那今天呢，接到一支 Canon 的200-800 IF 镜头哈，这镜头在市面上基本上是蛮缺的。然后六佛多它有做一个这个叫 CF6 的这个快拆版，它是专门给这个200-800用的。那它本身这边是有三个洞，所以呢，它就有三个支撑点哈，一个是固定的，然后一个大螺丝跟小螺丝，它就很好的符合在这个接环上面。那因为这个它是专门定制给这支镜头的，所以呢，它的那个大小呢就做得很贴，然后还有附一个快拆片哈，这个就是安装片，然后可以吸附在这个快拆板上面，非常方便哈。然后它就变成这个底板就是已经是阿卡的，然后它的这个做的超薄的情况下，所以它的高度会比较低，然后就可以比较稳一点点，那这个就可以吸在这里。OK。